林就生2020年水陆空大法会内坛共灯祈福仪式开始。恭请大会导师上新下道大和尚。欢迎国家元首蔡英文总统暨大会贵宾进场，监察院陈菊院长，桃园市政府郑文灿市长暨市府团队，立法委员潘惠珍大德，立法委员郑运鹏大德，苏立琼大德，监察委员赖鼎铭大德，请举灯，与会贵宾请举香，至诚祈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。请置灯，请收香。礼请蔡总统恭读祝祷文。祝祷文：水陆盛会度十方，民扬两利皆回向，法界圣凡登于路，不忘真心度慈航。因为今参加灵鹫山山水路水陆共大法会，诚心祈愿疫情消弭，灾难远离，社会安定，经济繁荣，全国人民富足安康，台湾平安，世界和平。仰愿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加持，祝祷祈福功德圆满。蔡英文谨上2020年12月14日。全体大众敬向坛城诸佛菩萨行三问讯礼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总统及全体贵宾至普供桌，向坛城诸佛菩萨及新道大和尚行三问讯礼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，祈福仪式圆满。